发生的暴动，经调查与病人感染未知病毒有关。传播暴动持续升级，俄罗斯政府宣布病毒抗体工作失败，准备全面撤离。共同政府再次强调，撤离只是暂时的，希望各地居民能够携手，坚持度过危难时期。我们在西面建立了贸易线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。